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。今日过，今日是过新年，新年一大早来玉皇宫拜拜，叫意义耶。反正弄好了这种阿霸型的，多数几乎是多数暴力的方式表决，这种表决强迫通过的法律案，就是过去民进党在野的时候最痛恨的事情。结果他们今天继续操作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恶法。如果我能当上总统，我们国民党立法委员会过半的话，我们一定重新检讨反渗透法。我们一定要让台湾人民过得没有恐惧的日子，过得快乐的日子。好，范哥，你现在这里到江门市，他走了，可以出牌。他刚回国，他时间还没有调整完毕，然后等到调整完毕，自然会出来。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谢谢。是，还有台湾民间有队哦，一定会出国考察吗？